好。先摆大只的才弄小只的吧，他用小才先弄，好好，那你用那个，那你用这个是火的，哦，对吧？应该是还好，研究一下哦。不是吧？我们是不是要先劈一下？已经有了呀，为什么要不用劈呀？那我为什么要戴手套？你这样子不会点，你这样不会，不会吗？要有一些油吧？我是不是要捡一些干叶过来？可以捡一些干叶，绝对会加速。干叶，你小心手。这个啦，你这夹不住啦，我来敲。好可怕！这是，我怎么觉得他没有要断的意思？感觉隔壁很有趣，姐姐那边很有趣。来了，好。姐，姐可能要从下面发球哦。姐，你的姿势下面，你还这样子。我没办法发球。姐，你看他，好认真，太好笑了。我认真不会打，好认真。哇好亮、yeah ！完美的弧线，出界了吗？没有出界。我说完美的弧线，完美的弧线。对，金姐刚刚已经给我们两分了。没有啦，不要这样算嘛，真的打点头而已。你们现在一分，你们现在一分，这样一比零好不好？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对对，你就这样轻轻的这样，然后就这样打上去。可以，你可以轻点。哦，你打到了，你打到了，打到人了。好感动！再给我们踹踹，可以可以，再给我们踹踹，可以。在后面大笑。心如不会打的那一趴，我真的是有傻眼。这羽毛球就是这样就好，但他没有一次打中，没打中就算了，还打到自己的头啊，然后打到自己的什么，我是认真傻眼。